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开始我们说发愿贵在实践，所以呢我们不要发不切实际的愿。可是在佛的经典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佛菩萨都是发了很大很大的宏愿，那么就我们凡人看起来，这好像也是非常的不切实际，很难以实践的愿。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发大愿呢？怎么样才算是不切实际的愿呢？让我们来继续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告诉我们说发愿哈不能不切实际，可是我们看佛的经典里面，那好像这个阿弥陀佛他有48大愿，普贤菩萨呢也有10大愿，这些愿心啊，对我们这个凡夫来看好像都是不切实际的愿呢。他们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愿呢？大愿呢，有宏观，有前瞻性，它这没有一点的时间性。比如说地藏菩萨说地又未空誓不成佛，在地狱什么时候空啊？地狱空的可能性没有，但是地藏菩萨就没有机会成佛了吗？他根本没有想要成佛，他就是不断地度众生，不断地度众生，把所有的一切众生度尽了，他就成佛。也就是说这个愿呢是非常让许多的人呢没有办法学习的，许多的人都是希望自己先成佛嘛，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利益嘛，但是地藏菩萨没有这样子想。自己的苦难不是问题，众生的苦难是有重要的，所以呢只管众生不管自己，只知道度众生不管自己怎么样。像这种愿虽然是不大的，可他随时随地从小处会一点一点地做的。愿是这么大，是，但不一定啊，要度尽一切众生，从地狱里全部度尽呢。他是说有人可以需要他度，他就度，度到什么程度，他没有跟他自己一个时间限制，没有给他一个小小的目标，给他作为一个阶段，没有，他是一直做下去，一直做下去，一直做下去。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子，阿弥陀佛他说发愿，比如说他说，只要有人有众生呢，愿意升到他净土去，只要念他的名号，或者是呢，只要发愿，希望升到净土去，就能够去的。那么这个愿，他说等到成佛以后，这个一定能够满这个愿。那是什么时候成佛？他是成佛是有漫长的一个段时间，成佛以后再来度众生的。像这样子的愿呢，不能叫不切实际。他这个有这个愿，有愿必成。那有愿必成的意思，他是一步一步的要走的。是。如果说是主杀成犯，这个愿，这是一个，这就不切实际。这明明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认为要把沙子要煮成饭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要把众生度尽，这虽然是不可能，但是一个一个度是可以的。煮上成饭虽然不可能，不能说一粒一粒的米煮这会成饭呢，不可能。一粒一粒的沙子，一粒一粒沙子成为饭，不可能的。一个一个众生度从地狱里度出来是可能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一个不切实际就是不可能，一个切实际呢就是说从小处着眼，大处着手，这是可能的事。这个所以是大悲愿大宏愿里边呢，并不是叫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度尽一切众生，这不可能。但是呢为了度众生，度尽一切众生
但是呢，一点一点的度。是。那么师父，佛菩萨啊，他们发的愿都是这么大，那您刚刚说无愿不成，是真的吗？有没有佛菩萨发的愿不成的例子呢？有的人写的那个叫成衣铺、成衣工厂，他做衣服是一件一件的做，一件一件的做，并不是说衣服全部做完了叫做成衣工厂。成衣是说一点一点的把衣服完成，一点一点的把衣服完成，这叫成衣工厂。那这个成佛也是这样子，比如说在《法华经》里边讲啊，是说一称南无佛，皆于成佛道。所以这一个人就要到寺院里边去，自己要这样念一声呢，那么佛，也就是说礼赞归敬供养恭敬佛，你已经成佛了。他的意思并不是说马上已经真的成了真正的佛啊，完整的佛，而是说你这个成就了一部分佛的功德。成佛的功德是聚沙成塔，成塔一点一点来的啊，并不是这个说一下子就能成的。一下子成的佛呢，这个也有这种说法了哈，也有这种说法，这个一世成佛，一世成佛，先成佛然后再修行，有这样子说法。那么这种说法在正确的佛法的观念上是有问题的啊。这个很多人就专门呢这想占便宜了，就是马上先成佛再说。是，所以师父认为说发愿需不需要有什么次第性啊，阶段性啊？譬如说我要减十公斤，我一下减十公斤很困难，可是我一个月减一公斤不困难，发愿需不需要要像这样子呢？还是说我们要效法菩萨，下就发一个大愿？要发大愿。我们做任何一样事啊，任何一个大的计划，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分阶段的，这个近程的、中程的、这个远程的，最后的目标完成是什么？这个最后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大愿。那近程的、中程的，这是我们的过程。那过程跟这个目标和方向啊配合起来，那就是可行性。如果说是你的过程是不可能达成这个目标的，那就是不切实际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看起来发愿呢虽然很容易啊，但是其中要探讨的问题还是很多。那么欢迎您下一集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。